友们，我真的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去做这个糖醋里脊肉，酸甜冲鼻，味道绝了，完全吃不腻。准备里脊肉切成长条，来调味，抹上白胡椒，600克一茶匙盐，来上点料酒，少许的生抽，就这么简单上手抓拌均匀了。我用的是小酥肉粉和玉米淀粉1:1，慢慢加点清水，你们可以直接用玉米淀粉，充分搅拌均匀，变成稠酸奶状。简单调味过的肉倒进来，充分搅拌均匀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油烧热，咱们准备开炸，肉慢慢放进去，用大火炸得金黄酥脆，炸好捞出来控油。这边是全部炸好的，空口吃都特别香。咱们来调一个糖醋酱，挤上大量的番茄酱，这边来上白醋，大概是2:1，三茶匙细白糖，少许的玉米淀粉，加水轻轻稀释一下，把它给搅拌均匀了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咱们下酱汁，用铲子翻炒起来，翻炒到起大泡，就可以把炸好的肉倒进来。猛火颠锅，一边颠锅一边上色，让每一块里脊肉都充分裹上酸甜的糖醋汁。出锅前抖上一把白芝麻点缀一下，咱们的糖醋里脊就做好了，全部盛出来，这酸甜味冲上来让人直流口水，收藏起来在家快来试试吧。